这首叫做《亲近更亲近》，更有一些的不同程度的，或者说它的一种层次的表达。吐字的方面，可能需要非常清楚的把这个字吐出来的同时，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气息能够来支撑它，然后好像这个吐字不是那么费力，但是又有带着更多的情感的一种的想要爆炸出来的那种的里面酝酿的那种的滚烫的一种的方式。亲近更亲近，我们来唱情。渐渐渐渐渐渐出现，渐爱交错吸引我更亲近，难在左怀中日出相亲，如此爱保护中相遇，在如此爱保护中相遇，亲近更亲近，亲近我处。当你在留意这个诗歌的伴奏的时候，我刚刚讲过这个风琴的伴奏，或者当你在留意这个诗歌的歌词在第二节的时候，亲近感亲近，亲近我主，我一无所有献给主今天我要伤痛归心灵，求主用宝血将我罪洗净，求主用宝血将我罪洗净。如果你可以明白这个作者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这个伴奏的同工在第二节的地方，他就亲近更亲近，他把他的
风琴的声音就立刻降到另外一个 tone， 而且是非常轻的。而这个当中有一句话，就是我唱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很羞愧，我一无所有献给主耶稣。第一个，我们的挑战就是我常常没有什么东西是要想要献给他的。Thanksgiving， 感谢感恩，我们多半都不是那么强烈的。但是这个作者说，如果我有一点的东西可以献给他，他就引用了诗篇第51篇，大卫的作者所献出来的，今献我忧伤痛悔的心。然后最后一句，求主用宝血将我罪洗净。他没有说我的身体的健康、我的财富、我的孩子，他没有讲这些，他在讲说我的罪与主之间因着救恩的缘故，完全的挪去了这个阻隔，我就献上我这忧伤痛悔的心灵。诗篇里头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我一无所有献给耶稣，唯有将我忧伤痛悔的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认罪、献祭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大部分都已经缺乏或失落了。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颂赞里头代表着这些罪性的问题，因为讲到罪，如果我们没有一些平静安稳的心被圣灵触摸到，我们不能够体会到我们会有忧伤痛悔的心灵。因而这又带出来了，同样在今天我们查的经文的里面，我是讨神喜悦的人吗？这位亲近更亲近的作者说，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我献给耶稣。我们最后再唱这首的诗歌，请。静静。
今我叫主与主甘前见。求告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主的心意，更亲近主，也愿意我们是讨神喜欢的人。